咱们青春联盟成立了快一年了，今天必须要选出来一个老大，对不对？对。梁大卫，你还真想跟我们关小迪争啊？他关小迪到底哪一点比我强啊？不败女神，他哪一点都比你强。强不强只有比了才知道，不败女神那是因为没有碰上我。你这是第几次踢馆了？第五次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搏击，那就加入我们青春联盟俱乐部吧。不感兴趣。那你为什么要挑战我？打败你。我只给你十分钟，一会儿我还得赶去下一场。废话真多。关小迪到底还来不来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是不是怕了？小迪才不会怕你呢，你老实等着吧。哎，小迪怎么还不来？不知道呀，群里消息也不回，单独给他发微信也不回。哎呀，我说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发什么微信啊？打电话呀。哦，给我。再给你五分钟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关小迪怎么说？他接电话了吗？啊，不接电话。怎么了？他不敢来了？等不及输啊。再有五分钟，五分钟过后可就过了我们的约战时间了，到时候他要再不来可就视为放弃，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了。想让我们小迪放弃，我看你想得美。你们替他比也行啊。摩托艇，我不会啊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哎，艾玛，你不是骑过吗？我玩玩还行，要是真比赛，恐怕……倒计时，五分钟。小迪，你在哪儿？等等，我今天还有其他事。不行，还没分出胜负。今天不把你打趴下，你是不会让我走了。那你放马过来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哎，艾玛，你上去。我给你看，你过来这边。喂，哎，关小迪到底来不来啊？时间到了吗？快了。快了，就是还没到。反正你都是输，再等一会儿怕什么？
哎，我说你们女孩一天就是自拍拍照，这多无聊啊！我们的世界你哪儿懂啊？哎，待会儿我发朋友圈，你记得点赞啊。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。再等一会儿呗，马上就到了啊。过时不候。小迪电话。喂，小迪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还在 AK， 完事了，马上我就过去了。你快点，我这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大概15分钟吧。啊不，给我10分钟就够了。让梁大卫给我等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马上就到。再等一会儿吧，小迪马上就到。好，那我就破次例，再多给他3分钟。3分钟之后。他如果再不来的话，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。哼，休想！钥匙给我。干嘛？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能耽误这么长时间吗？快点。还没分出输赢，什么时候再比？等我赢了梁大卫再说吧。钥匙。你要走可就是怕了。哎，小迪说来就一定会来的。对呀。人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了。有我关小迪在，你就别想了。Thank you.
在前面放了一瓶啤酒，谁先把啤酒拿回来，就算谁赢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啊！有够幼稚的。来吧，来，预备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哇，这脖子怎么这么疼啊？哎呦，等等啊！好了，来吧，预备。等等，系好了吗？安全第一啊！好，来，预备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想问你准备好了吗？废话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要开始啊，等什么呢？来，赶紧的。预备。兄弟，鬼叫爹，你耍赖！成功是不能找借口的，找借口的人注定失败。好好待着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，那当然了，我关小弟什么时候输过啊？不败女神可不是白叫的。不败女神耶！郭小蝶，这次比赛不算。凭什么呀？他耍赖。这比赛是不是你定的？是啊。时间地点是不是你定的？是啊。比赛规则是不是你定的？是。什么都是你定的，你输了你就怪我耍赖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什么什么我你你的，别语无伦次的好吗？你要是不服的话再来找我吧。来，喝口酒冷静一下。拜拜。你关小蝶，你给我等着，看什么看，走啊。
嘛呀？这是，这么有情调啊！嗯，还挺香的。嗯，你们好像看到我一来就很开心，对吧？老乖，小小迪，啊，啊，张嘴，啊。没跟你说我要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干什么都没空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闭关修炼，概不接客。哎，粉红宝，你跟我说一下，你在家都待多少天了？401天。啊，401天啊！你这是要破宅女的吉尼斯纪录是吗？你能不能出来透透气啊？我不需要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跟现实社会脱节了。什么节啊？现实世界有什么用啊？只要有网络，我什么都能办到，不需要现实世界。你现在这个症状呢，是叫做网瘾症，这是病，得治。我有药，你要吃吗？你还有病呢，我好着呢，不用担心。啊，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家里都干些什么呢。我现在正在带领着中国那些网瘾少年，打败那些国外的无良代理商。就要管理88个工会，跟您聊天那一会儿，我已经发出去4亿5000个金币了。我还就不信我搞不定他了，这玩意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现在每天杀富济贫的，你真觉得咱家是黑客帝国呀？那咱们也得拼命干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今天是不是无聊了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小姐，我早跟你说了。很多事情呢，需要自己去面对，自己去扛。美少女，加油吧！嗯，你也是，好好战斗吧。再见。
哎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烈火神盾的选拔还有没有啊？有，当然有。具体什么时间呢？具体呢还不清楚。哎，你真的感兴趣啊？当然了，我最近正在找工作，得养家呀。不过这个烈火神盾可是国内顶尖的保镖机构，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。只要真有你说那么好，我当然要拼了。我听说这次会以一个训练营的方式来进行选拔，只有通过训练营呢，才能进入烈火神盾。什么烈火神盾？什么训练营？好玩吗？何止好玩，那相当刺激啊！小姐，还是好好当你的模特吧。我也要参加。好好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哎，放心吧，别闹，走吧。哎呀，我也要参加啊！走了。好。手下败将，想我了？想击败你了。那你这次任务难度有点大。那你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？再比十场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你要是再赢了，我就承认你是不败女神。你说什么我听什么。这回可是你说的啊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那不可能。你要是输了，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你说比什么？老规矩，时间、地点、项目都由你自己来选。你可别后悔。放心吧，你绝对会输的。我说过我会赢，什么时候我没赢过啊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跟我爸视频了。想好地点，想好项目，然后发给我。老爸。闺女，花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你看你给我买的什么花呀？你看看这什么花啊？你觉得适合我吗？这么老气。你记住啊，后天是你妈妈的忌日，记得把花送给她。闺女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事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早点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，早点回来啊，想你。拜拜。好的。
喂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我不敢来，我是怕你输得太惨了。都一年半没人敢跟我单挑了，你还真有胆。哼，那很荣幸我是第一个。那你也只会是下一个手下败将。 乱跑了，你说刚才电梯门万一关上怎么办啊？那就坐下一趟呗。不对，妈妈是说如果关上夹到你怎么办？那要很危险的。不会的，刚才有哥哥保护我，帮我把着门。谢谢啊，那你看刚才有哥哥保护了你，我们要对哥哥说什么？谢谢哥哥。洋洋，要听妈妈的话，注意保护自己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谢谢。 跟哥哥再见，哥哥再见。广寒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您能来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你在南清搞这么大个格局，我能不来帮忙吗？没有上面的支持，我哪敢想啊？南清是我国南海的门户，经济、科技、商务，对外交流频繁，确实需要一个像你们神盾这样的机构。 这次在南京想把烈火神盾发展起来，必须需要新鲜血液。作为安全系统备案的安全保卫机构，在选拔新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是啊，我这次在南京不仅仅是为了烈火神盾的选拔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种子计划吗？你是说你想以烈火神盾为试点，搞一个训练营？ 通过专业训练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你想实施这个计划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招募一批呢有理想、有潜质、有能力的年轻人，90后甚至95后，把他们召集在一块，经过专业的训练，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很好，准备什么时候实施啊？已经开始了。 已经开始，那就是说你的训练营地方搭建好了。这次呢跟以往不同，这个训练营没有围墙，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训练和选拔。没有围墙的训练营，哎，这个概念太好了。社会就是一个大训练场，任我们选择。是啊，不过标准一定要高。 宁缺毋滥，就是磨砺出一个，那也是收获。如果这个事情成功了，那对南青将大有好处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把关的。不过，在很多方面，还需要得到您的支持。嗨，没得说。<笑> 一杆到底，服不服？站那儿看好了。
吧。洋洋，你看这家店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来，你在这先坐一会儿啊。都打了八局了，谁开球谁赢，没意思。谁先失误算谁输呗。本来是个技术活，现在一下变成体力活。那你就认输了。认输？感情你又想讹我是吧？有意思吗？说的也对，有意思吗？喂，想走啊？你一个男人老跟女人较劲，有意思吗？要不咱俩比攀岩，敢不敢？恭喜你啊，又撞到我另外一个强项了。哼，吹，继续吹。你知道刀锋攀岩馆吗？南京市第一攀岩馆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里边有按照 YDS 难度系统建设的路线。这我知道，最简单的5.1，中级的5.6，最高难度5.9。5.9那条记录是我的，3分45秒。去游乐园玩好吗？说明白了，怎么回事？你跟他有仇啊？亲爱的，你看过吗？啊？谁是你亲爱的？我是说那个电影啊，赵薇、黄渤主演的。哦，怎么讲到这个？前面那个是个人贩子，拐走了一个孩子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人贩子？这些人真的是胆大包天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抢走别人的小孩。废话，拐卖儿童不都是白天吗？晚上都回去睡觉了。就你最懂啊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儿？
醒醒啊！保护孩子！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把孩子给我！快给我！快快快走！你自己也快出来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赶紧报警吧。我已经报过了。那个小孩呢？他怎么样？他应该没事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